生什么样的舞蹈在那？比方说恰恰是什么样的？它里面的话，它是美国街舞，它是属于那种很快的节奏。我们的舞是很时尚，我们跟流行音乐接轨，所以我们的舞的话能够舞出瘦身健康还有美丽。接了两期，就是每天来跳舞，就是感觉上就是运动量很够，而且会瘦身，因为我已经瘦了6公斤了。就是短短一年之内这样跳舞，不到一年到八个月。对对对对。你说你是这样跳3小时左右嘛？对。所以它的消耗热量是蛮快的。是，对，而且都满身大汗，在冷气房里面还是，你看我是满身大汗呐、啊。自在啊，随心所欲，然后又有很贴心的伙伴很多，然后老师美丽又大方，